男的就是感觉他不一定，有的刮胡刀他不一定适合用游戏皮肤，那也得是游戏皮肤，不送黑手套悟空的。你可以先买一个我帮你试试，好用的话我跟你说刮胡刀不好用你继续买就是当试用试用的开玩笑，要不做再做点周边，哎，这个我再想想吧，我再想想吧，那我们再拉点。你拿你家猫子做呗，我还拿我们家猫子做了一个抱枕，是这样的。我有，我们也有猫的抱，哎，我猫的抱枕呢？跟哪去了？就是有一个特别抽象的猫的抱枕，给他们，我其实基本上周边都给他们送过了，抱枕呀，然后你这个真大，然后我这还小号呢，到时候送的是大号的。我猫猫的抱枕在这儿，在那儿，我拿过来。哎，要小心一点，我差点被我裙子绊一跤。我猫的抱枕是这样的，这样的。哦，哎，你那个带一个兔耳朵、哦、等一下，我听不到你说话。哦，那你那个还带一个兔耳朵呢？对，是有一年中秋节它的形象，然后本来这里还有一只我的手，我给它劈掉了，我觉得特别可爱。这个也抽过，好壮啊！突然感觉我这个好大一个。对，你这个好大一个，你这个也太大，你这个可以当枕头了，你这都不是抱枕。我给大家到时候抽的发的就更大了，比这个还要大。你可以给他们抽你自己的等身抱枕。其实我也很笨啊，这个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就是做的。直播间的节目啊，我们直播间也有人会自己做。嗯，我再拉两个朋友呗。哦、抽奖送不锈钢盆。不锈钢盆？哦，是什么？是就类似这种搪瓷杯吗？这种搪瓷杯，然后印我们的名字是吗？这个可以，就写那个上面写着什么什么活动，某某某某直播间活动敬送，就那种纪念礼物什么的，哎，这可以啊，二十级灯牌纪念啊，二十级灯牌，平安哥你要吗？这个搪瓷杯你要吗？来一个，来，哎，送男生不要送搪瓷杯，送个保温杯吧，那种玻璃的双层的泡茶的那种。就是让人大哥说了以后觉得你在讽刺我的年纪是不是？不是，我就觉得那个很不错，我就爱用那种杯子。那种保温杯也可以刻字，也可以、嗯、枸杞，然后再送一包枸杞。啊，行。我来看看，我们拉两个朋友呗，看有谁在。送等行，以后我就行，以后谁二十级我就送那个不锈钢的盆啊，那个印那个大花的，以前那我老家还在用那个洗脸呢。这个二十级你说深还是不深？二十级留念，大家必须用，能传两代。过了我还能免费给你找地方补，我给你寄那个锡纸，给你贴上粘上，嗯，还能继续用。他还有这个手艺呢。啊，我会补。我特别会补那个，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补的。那个搪瓷的我真的很会补，很会补。对，补了不漏，真不漏。这个技能很少见。哎，夏晨曦咋没接？看看还有谁在？直接卡十九级不升了是吗？不升了，为啥就不要嘛？不要东西嘛？不要给我。男的送手办，女的送抱枕，送手办送迪迦奥特曼的手办或者抱枕，送林老师的那个一比一的那种，这么大的那个，你们敢收我都不敢送。我之前做了我自己 Q 版形象的抱枕，我现在背后有。然后我送人的时候，我挨个都问了，我说我们这个抱枕是长这个样子，你要吗？你会不会觉得羞耻？因为是粉色的，然后就觉得就挨个问要不要，就怕他们觉得羞耻，但他们还好。嗯，他也在打 PK 啊？我连拉他的时候，他显示他没有在，哦，他现在是在连线中。他那儿，我这边也找找朋友嘛。好，今天有人拉你 PK 吗？我呀。嗯。有啊，我没接。今天为啥没人拉我 PK 呢？今天我还琢磨着。我都没接。啊，小鹿。电话哟。Hello， 小鹿老师。Hello， 小鹿。哎，小鹿，你是剪短了吗？头发。
没有，它是弄起来了。哦，乍一看以为弄短了，好看。月月是谁呀？你看看楚红家这个仪式感整的。他家他是不是特别像那个婚礼签到的感觉？哎呀妈呀！特别像，我的天！是啊，我是婚礼签到处。Hello. 对，我说看到他这个背板，我要给他随份子。今天没有整点活动吗？抽点礼物啥的，送点礼物。这是在做活动吗？嗯，七夕活动。哎呀，宠粉有心了，有心了。我整了一个玫瑰花嘞。有心了，我说到我也应该整个活动，怪不得这礼物收。不用，你们长得好看，让他们多看两眼就是礼物了。我真会说话，真的太会说话了。为什么我刚刚说的时候你不这么对我说？没有，林老师，我们都这么熟了，你这么长得这么好看了，我再一直说干嘛呢？嗯，那我们来一把，来一把，第一名说了算，可以吗？猜一局，猜一局，可以，第一名说了算吧？好。好，你们开吧，我是十分钟的，我比较长。开五分钟的，好，我们闭麦，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好，完了，我靠了，我这个肚子可能有点飞跳。我们来个手刹啦！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是不是应该也放一下这种热闹的 BGM？ 什么来着？哦，平安哥，平安哥把小凯挤下去了，谢谢平安哥的七夕盛宴，谢谢好奇的七夕盛宴，谢谢尿尿的火龙爆发，谢谢竹芝芝的喜上枝头，平安哥把小凯挤下去了，平安哥把小凯挤下去了。哎，这个火龙爆发是啥？谢谢三缪的仙雀灵雨。哦，哎，这个喜上枝头，谢谢竹芝芝的喜上枝头。可算给小凯挤下去了。哦，我知道为啥，因为七夕盛宴是百分百挤下去。哎，那为什么浩熙没给平安哥挤下去啊？可算给挤下去了。这片云不知归期。小凯说：“那我走。”你别走了。你走与不走其实差不太多，在别人眼里差不太多。哦，有人气彩蛋吗？咱们有人气彩蛋，咱们可以过一下人气彩蛋，给小凯放首歌。欢迎恶霸杰尼龟，欢迎歪。怎么样，你们过我们过生日搞一个那个转版的活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想玩吗？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小凯想消费了，他说他想试试20%的几率能不能把平安哥挤掉。我们差五个人，我们过一下加成任务了，朋友们，咱们还差五个，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以前有一阵比较流行，就是那种慢脚直播，慢脚式的直播比较流行那种，但是它上面玩的比较嗨，比较开。但是我得想想上面印什么。不走。谢谢竹芝芝的庆祝蛋糕，谢谢大家帮我过加成任务，朋友们。头奖 F15 Pro Max 一台。你想我死？现在是浩熙哦，那就是平安哥把小凯挤掉了，然后浩熙把平安哥挤掉了，就那个七夕盛宴是100%挤掉。欢迎学霸他爸，欢迎纸笔说话，欢迎孙胖子，谢谢小凯的为你簪花没挤掉。你看一下封神，他20%那个几率，他上了多少次都没有给你挤下去，你就知道了。哎，小鹿怎么在那里秀那个纳兔的那个照片？嗯，封神，小凯两个为你簪花把浩熙挤下去了，1.5倍加成就封神是怎么回事？哎。为什么小凯这个簪花就给弄下去了？啊！小凯还在那嘲讽呢，他还发这有多难？谢谢黄牙的仙雀灵雨，不是小凯，他是怎么回事啊？
欢迎我们南怀月。南怀月跟哪个妹妹约完会回来了啊？啊？哦，南怀月进来一声不吭，先抢福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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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阳散了余温，凉意如钩几寸。十二点来点灯牌，哦，原来如此，只有到点灯牌的时候才会想到我们呀。咳咳，谢谢淮安的心雀淋雨，谢谢小凯的赞花。身是浮尘，抢了福袋好给别的妹妹送礼物。我就知道，为何每个妹妹只有我最憔悴？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啊？欢迎北派散土王，小凯真的挺欧的。你看他之前在那个全民的那个抽奖里面都能抽中那个奶茶，他其实真挺欧的。小凯，你平常打游戏抽卡怎么样呀？谢谢打鼓冰川的七七香囊，谢谢三秒的迷雾卡，谢谢我们浩西，谢谢我们平安哥，谢谢我们虐跳，谢谢我们三秒，谢谢黄牙，谢谢竹芝芝，谢谢小凯，谢谢夜猫子，谢谢江水依旧，谢谢没事爱听曲，谢谢帮我过加成任务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感谢所有的朋友们，那我们开个麦，看一下好吃吧，好吃没问题。你应该去玩的抽奖，你太欧了。这个叫出风的也嗷嗷厉害呀！我天哪，我跑这来干啥来了？我是纯纯是买一赠一赠送的那一种吗？啊，行了，来吧，我给大家。很高兴三位优秀的主播认识啊，有点给你们垫底了。我们接下来带来一首好听的音乐，送给我们四个直播间的好朋友，好吧？挂件儿，别这么说我，我不是要下播了吗？咱们有第一的有什么要求吗？对，楚风，要不定一个主题什么的？啊，我们是一二三四，还是就四三二一啊？你第一名，你定胜，说了算。我看我们小鹿老师，要不我们一二三四吧也行。一二三四，那我就，那我是罚谁呀？我是罚三还是罚三？哦，一二罚三四啊、嗯？是吗？都可以，都行都行，反正我都要挨罚。不，你还要看你挨谁的罚。小鹿老温柔了，小鹿老温柔了，不就对吧？对吧？是吧？楚风罚我吧，我有点怕他，楚风罚我吧。那我想想，林老师，那就，今天是七夕节是不是？那我们林老师，要不你唱套马杆吧。行，可以。我至今都记得你唱这首歌。那我先吧。好。套马杆。林老师给自己放大。不放。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草绵延向远方，给我一只雄鹰，一个威武的汉子，给我一个套马杆攥在他手上，给我一片白云，一朵洁白的想象，给我一阵清风吹开百花香，给我一次邂逅在青青的牧场，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
心还和大地一样宽广。套完了，套完了，套完了。我在找那个肌肉猛男特效。没有，现在那个特效没有了。我给自己应用了，但是他没有那个了，没有那个变身那个。对，他那些特效都没有了，那些整蛊的，我收藏了好多那种搞笑的特效都没了。真会玩啊，还要配唱歌，还配特效。对，以前会配一个肌肉猛男的特效。好，那接下来该我了是吧？我带来一首。有主题吗？我们听小鹿约定。哦，约定可以。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很适合今天啊，我们相约在直播间里。我在想林老师是不是下次要让我弹那个舞女泪了。我在想，我其实没有这个想法，但是你既然这么说了，下次就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加油哈，加油。我不会，主要是学吧学吧，那个很好学。好，那么接下来把一首约定啊送给四个这边的好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兔兔喜欢。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到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真实。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说好没有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OK， 一首约定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温柔呀。还好这首歌我会，今天确实是有点拖三位老师后腿了啊。不会不会不会，我应该是跟楚风是好朋友哈。好，江路也好，青动家实力都非常强哈，希望跟优秀的人做朋友，关注关注，上来一起玩，好吗？好，我们再见，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各位。哒哒哒哒，舞女泪哈，舞女泪，他挂了，他挂了，他挂了。你我约定，欢迎我们三妙，欢迎我们月月，我们也唱这个吧。早知道，哎，不行，如果是小鹿罚我，他就未必让我唱约定了。我来唱个约定，我也想唱一个。你我约定。晚安平安哥，晚安晚安。现在桥上还是小凯吗？我们刚刚上票的朋友想点什么歌跟我讲哈。
这歌也适合我唱。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你们在彼此檐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情不见心。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做最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要喊停，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谢谢夜猫子的燃起来了。想到感觉回到小时候了。对，我记得这个歌的那个 MV， 这歌的 MV 是就全都是动画，然后都没有怎么放，然后还有那个周慧的那个动画的形象。周慧是不是前两年也出来了一下来着？他是不是也出来复出了 一小下来着？谢谢云峰的撩一下，十二点了，咱们可以丢一下灯牌啦。欢迎我们天净沙。流水若有情，天涯尽咫尺，落花若无影，咫尺不相识。谁在花间抚弄情丝，不过想要掩饰陈年旧往事。有之前有一段时间好像什么许美静啊，然后周慧啊都出来过一下。欢迎相信，欢迎盼西归。
轻薄，小雨像闪着，何妨来客惹人离我，且对酒放歌，不觉夜色刹那烟火。对，就是去年前年的时候，感觉好多小时候的歌手都出来了一下。嗯，清香也很高古，欢迎摩大大小哥哥，欢迎逍遥，欢迎江湖。因为今天七夕啊，那肯定会好看一点。七夕有人陪吗？不是在直播间里大家陪我吗？任贤齐一直都挺有人气的呀。周慧你可能只能想到他有约定吧。朱慧，你能想到他唱的歌哈，只能想到约定，别的想不到。好想好好爱你，我是真的，我就路人的话，我只能想到他有一首约定，别的想不到。欢迎风情。后面没排歌，你要点吗，小凯？欢迎懒得群。我要是有排歌，我早就唱了。邀我两鬓流苏，大壮。忘川风华录的歌不会，我们点歌是掌上明珠这个礼物点歌，而且哒哒哒哒，谢谢关注，欢迎15434，欢迎我们平生，欢迎懒得曲。今天咋都不点歌？小凯问，那你要点点吗？欢迎歪风向深冬光穿一壶。任贤齐那会儿应该很火吧，不然你看他凭啥也那么多，他凭啥也这么多那种，他凭啥也杨过呀，对吧？又演杨过，然后又演楚留香的，又演令狐冲的，就是什么主角都给他演了，对吧？不然凭啥？真的是因为他帅吗？我虽然不是很知道他那会儿有多红啊，但是我觉得他都能演杨过了，那他应该是真的挺火的。小天下恩恩怨怨，不是吧？杨过，他那版杨过好像是和吴倩莲。黄昏今晚霞，嘴边一颗大啊，他嘴边有大痦子吗？就你看他演的好多那个角色都是那种以帅出名的
啊，他那版小龙女，对的，我想起来了，他那版小龙女是一身黑，就平常小龙女不是一身白吗？他那个小龙女是一身黑的，对对对，吴倩莲，范文芳那版的杨过是她老公吧？新加坡人。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要有凉，晚风吹皱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梦回，谁都不要我来当，狂饮高歌爽快唱，亲人不火，但心太软。他人火的吧？他那时候歌火，人也火呀，因为他火的歌太多了，什么《心太软》啊，《水晶》啊，然后还有啥来着？哦，闲云隐鹤不在了，他的喜都没法唱了。啊，对对对对，《伤心太平洋》，《天涯》。我是一只鱼，哎呦，一看他全都是很火的歌。我是一只鱼，欢迎森，对面女孩看过来。哦，太火了，他的歌都。菊花，情来放一旁。友情岁月不是他的，友情岁月是陈浩南的，友情岁月是陈小春的。欢迎男神猪猪侠。不带一点伤，富士山下我不会呀，我没有试过唱那个粤语版的富士山下。可以点歌，我们点歌是掌上明珠这个礼物点歌，但是你最好把你要点的歌的歌名发出来，先问我会不会再行。友情岁月，我知道这一件我没反应过来，我第一反应是陈浩南。我第一反应是陈浩南。七妹湖，七妹湖抖音号点。拦路雨片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织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家。啊，七妹湖，七妹湖贵，贵一点。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飞我不怕，你始终变火花，一生一世当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啊，好密啊，这个词儿。欢迎我们三笑。别点了，别点了，别点了。谁呀、啊？谁教坏你的？要你点青梅火？谁呀、啊？谁呀、啊？让你不学好。我广东话说的是唱的话不太标准，不是很标准，太难了。广东话听我能够听的大半，听广东话我能大概听七七八八能够听得懂。情人节不要说穿，只敢抚你发端，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哇，这个有点难，这个我不一定能唱得了。难啊难啊，对我们讲普通话的人来讲是难的呀。而且就是像广东话的歌，我基本上得事先先学一学才行，不然会容易卡壳的。那当然你天天讲那你难，那你让你来学无锡话你一样觉得难啊。劝随发音色，我放弃，不行，小凯不行，这个歌我打咩不太行。日常的广东话我大概是能够听懂。想听首歌这么难？嗯，
不过想听歌不难，主要是青梅湖这首歌比较难。还我的眼泪，欢迎坏人。这歌不是有个普通话版本吗？不但普通话版本其实我没听过，叫爱情转移，对不对？但明显富士山下词更好一点啊，富士山下词我觉得更好一点。凭爱意将富士山私有，算了满地也是种浪费。谁呀、啊、谁让你过来点青梅湖嘛。是爱点青梅湖的就脚趾抠地，去下堆积的这一角花。我是无锡的呀，我是无锡的。杭州好多人说杭州话都不算无语了。对，谁是幕后黑手，谁让你过来点青梅湖的，老实交代，老实交代，谁让你过来点青梅湖的，老实交代。百度寻出去网友，我看我会的粤语歌哈，我会的粤语歌，我会粤语歌其实不多。喜帖姐今天才唱，谢谢三笑的爱小熊，一生所爱，最爱初恋难念的经，自作多情，飞飞，千千阙歌，千千飘雪，哎，飘雪我好像现在唱的很少了，浮夸，浮夸我唱的也少。倩女幽魂，万水千山总是情，和四故人来，这几首粤语歌我还能稍微唱一唱。我没有说你坏人，感觉后边肯定有坏人指导。他不是在说你。白雪飘飘不会，白雪飘飘不会。难念的经其实没有那么难，我唱的那版稍微慢一点。欢迎浅意，唱多了就还好了。总要有人要点难念的经嘛，难念的经我们直播间其实还蛮不算少唱的呢。可多少男生的酒吞不了星空，太空山心雨后放一夜笑容。欢迎逍遥的温柔，百度寻出去网友。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谢雪影的高级灯牌。戒不掉不会，我刚刚我不是已经把我会的粤语歌都说了一遍了吗？我刚刚不是已经把我会的粤语歌都讲了一遍吗？但戒不掉我听过。那个重生着发麻，是那个吧？是那个不？有人气彩蛋吗？没有呀，我这没有看到人气彩蛋。哦，有看到。我们人气彩蛋差的有点多，我们看能不能把人气彩蛋过一过吧。看看我们能不能把人气彩蛋过一过，还差一万多，还差一万多。欢迎若木轻影。妈妈当好梦没来，一梦至少年冬爱吗？风发不够。其次你是好人，那你管自己叫坏人为什么？欲扬先抑吗？欢迎若木轻影，大家有条件可以过一下人气彩蛋哈，人气彩蛋有条件可以过一下。人气彩蛋就是过了的话，他会给你引流，直播间引流一下。哒哒哒哒哒哒，欢迎我们吴昕。小凯，你换首歌吧，你要不换一首歌吧。哒哒哒哒哒，欢迎我们领主。欢迎动。
却没最后这种占便宜的感觉。那我们直播间还有个人叫坏蛋呢，怎么过？这里看不到，就是丢礼物，丢礼物，左上角那个，左上角，在左上角，在那个红包的左边，就是达到他那个目标值就好了。不过估计完不成了，除非开一个抖音一号才能完成，差一万多呢，差一万多呢，才看见，我们都没人看见，还有一分钟，对啊，来不及了，我说来不及了，除非开一个抖音一号，那还能过。那个黄的不是红包，那个黄的是人气彩蛋，过了那个人气彩蛋他会给你直播间有引流。欢迎精神不好，那是蛋，那是谁的蛋。欢迎雨梦莲哟，开你人气彩蛋不都是这样子吗？不都是这个数吗？我几次那个人气彩蛋都是一万多值，没过。谢谢关注，没有过人气彩蛋，没有过。哒哒哒哒哒哒。萱子是谁啊？不认识。不是啊，我们几次人气彩蛋都是好像都是这个数，都是一万出头这样子，都是一万出头这样。哦，他可能是看人的吧，看人的，可能是看量的。对，看直播间人数的，这肯定是看直播间人数。就像有的地方他过了人气彩蛋，他人气在彩蛋过了以后，可能给他人气的加成，也就是跟我们直播间常住人口的量差不多。他肯定是有他的评判标准的，就像 PK 加成的人数也不一样，这一定的。我需要去上个厕所，大家稍等我一下喽。算了吧。对，肯定是有变动的。上个厕所，大家稍等。能看到曲奇吧，我只要不在那儿，他就不虚化了，就能看到他了。二三十人基本上三四千分就过了，那肯这个肯定是要看你直播间的人数来定的呀。对，这个肯定是他有他自己的流量池的。我们把点赞走一走，你看我基本上不催直播间的数据，所以我直播间的数据就比较稳定。但一般的直播间它都会催直播间的数据的。欢迎阿宝的慢慢。欢迎我们德公老农。这样吧，我们点赞到八万，点赞我们八冲一下点赞八万，然后我们唱一下难念的经吧。
欢迎齐同伟，欢迎 escape。 啥时候取关的啊？你是不是哪时候那个哪个时候不小心手滑取关了？嗯哼哼，小凯不知道点什么歌了。欢迎我们王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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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嗯哼哼。可能有的时候手滑，你可能取关别的人的时候不小心把我取关了，但是有的时候哪怕关注了发现自己取关了啊，你是不是点赞的时候会不小心取关？林志轩是不是播的比较少？我好像很少看到他播。对，直播间点赞是很容易出去的。嗯，很难说，很难说。我觉得抖音应该不会搞这种，就是故意取关这种事儿吧。嗯哼哼，对，你一般点了关注，我有的时候看我自己关注的博主，也会经常很久很久都刷不到。很久很久都会上不到，但其实我还是关注着呢。深情的蔓延，不知道，我觉得其实大概率还是手滑了，大概率还是手滑了。关 APP 的时候找个不喜欢的视频关，但有的时候不一定会关 APP 啊。关 APP 一般都是就是你挂在后台，然后挂久了以后它后台自己就退掉了。云开的笔墨难落下，明月成风。我吃的是药，不是零食。我们把点赞走一走吧，咱们把点赞走一走。就是离大脑不及格，嗓子药那是。我们把点赞走一走，朋友们。欢迎佑宁。的身上。我们把点赞走一走，我们争取每天下播的时候至少到10万赞，好不好？嗯，乌鸡白凤丸是，那不是治妇科的吗？是吧？我反正小时候看的那个广告都是说女人吃的。咱们把点赞走一走。在直播间或者主播视频上关掉视频就会被记录啊，这么麻烦。小凯点眉间雪啊，好的。欢迎我们心痕。咱们争取每次下播的时候能够破10万赞。欢迎时光。我们也叫老鼠屎，是的，我们也叫老鼠屎，但不是，好像不是全国都叫老鼠屎。是不是每种感情都不如沉溺放肆，侥幸淡如君子，直到是那些无关风花雪月的相思，说来几人难知。院内冬初昔年与你在意的桃树，叶落早作尘土，心血来时又将陈酒埋了几壶，盼你
归来后对照残落，看过月山日暮，你说有一日总会名扬天下，实现你抱负，那时低头替你剪，随缠着心流宿，心愿未听清楚，就似闲谈时候听见你名字，语气气氛收拾，回过神，笑问何方，大侠姓名竟不知，笑容有多讽刺。说了一下，你们点赞一下，速度好快啊！谢谢，谢谢大家点赞，谢谢大家点赞。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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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休息一下就唱，别着，别急嘛，别急嘛，别急，别急。最近有推荐的电影吗？没有，我觉得最近电影都不好看，至少我看过的 不咋地，一人之下都被都快被骂成筛子了。天堂的魔鬼，天堂的魔鬼不是几年前的热度吗？然后我看了那个抓娃娃，我不是很推荐，就等上流媒体，上流媒体看看吧就可以了。也不是最近没啥好看，就是感觉电影院没什么好看的已经很久了。其实我觉得电视剧版挺好的，还可以，就除了最后它可能有一点不改动上不了吧。电视剧版尤其王爷选的特别好，就是电视剧版也被骂，但是其实我觉得电视剧版的几个灵魂人物就冯宝宝、王爷，然后张楚岚都选的挺好的，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夏荷和张灵玉那个假发实在是质感太差了。然后王爷有一点点太帅了，但是气质还蛮符合的。
欢迎幼宁，漫改已经不已经改成这样就很不错了。今年好像整个电影院都没什么好看的电影，今年一整个电影感觉都不咋地。对，但是电视剧版之前不是老被骂嘛，尤其是冯宝宝老被骂，然后我经常看就是那种评论区里面就会有人在那里发那种就是美颜开拉到最大那种长得跟精神小妹儿一样那种冯宝宝的 cos， 那种网红 cos 都说就应该找这样子的，我心里想说你要找这样子的拍出来跟鬼一样。欢迎南旭，欢迎幼宁，欢迎清晚漠河，欢迎我们虐跳。对，我也觉得冯宝宝挺可以了，电视剧毕竟是电视剧，电视剧毕竟是电视剧嘛，他很难做到完全漫改的。但是我看漫威，但是死侍跟金刚狼不是很感兴趣，就让我有一种就反正漫威这两年都不太行了嘛，就开始各种炒冷饭。欢迎问心海，我去年只去电影院看了一部片，就是看了那个银护三，因为都说它是复联四之后最好的一部漫威电影，因为其他太烂了嘛，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我心里想说啥啊，这也能吹。我真觉得银护三很一般很一般，对，公式化了，难念的经。我放完这首歌唱哈，然后我歇下嗓子。欢迎窝着，欢迎我们风筝，没有点关注没有加灯牌的朋友可以点关注加下灯牌哈。我有曾经想过今年电影都不咋地，今年的电影票房都不行。咋，小可要继续点是吗？欢迎后会无期，我们进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把点赞冲冲点赞冲冲。老康，欢迎杜青鸟。像之前那个三个蜘蛛侠，三代蜘蛛侠一起出来，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就是各种卖情怀。然后今年这个死侍和电影好难看，感觉被喂屎，你说看哪一个电影。然后就是那个啥来着，哎，我说什么来着，死侍和金刚狼，就是还有什么三代蜘蛛侠同框啊之类的，这种都让我有一种炒冷饭，就是靠情怀炒冷饭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更不好了。说话尾音好好听啊，是吗？我没有遇我尾音是啥样的呀。白蛇，你今天播两场还是不点了？你可以明天。那啥滚的那个热辣滚烫我没看。热辣滚烫我没看，没不是很感兴趣。但是贾玲，但我讲道理，贾玲那个减肥减的还是挺猛的，挺厉害的。但是电影我是没有看了。但是蜘蛛侠那个三个蜘蛛侠同框，还是蛮激动的。讲道理，真的还是蛮激动的。但是。就是有一些情怀的东西，真的是你明知道它喂你的是屎，但是裹上了情怀的糖衣，你明知道它里面是屎，但是你还是会心甘情愿的吃下去。来，我们来唱一下难念的经。真的，我觉得漫威就是第四部之后就没了。第四部以后就感觉可以完结了，就这个漫威宇宙可以完结了。我没看过第一代，我其实没看过第一代，我就看过第三代，但我知道第一代很火，小的时候知道那一部，但是没看过。那我把这糖吃了啊。漫威四还可以吧，主要是我看漫威四的时候，我当时凑热闹就改了个首映，过12点去看的。我当时那个电影院氛围非常之好，我到现在都很怀念那一场。嗯，润喉糖。不然我直播。